位嘉宾，各位会长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我们华侨协会第八届联谊全球分会的联谊会，今天外交部对我们非常的礼遇，特别在这个餐厅来举行一个晚宴。我想我们华侨协会的一份子，衷心的对这个外交部是表达谢意跟敬意，谢谢，谢谢。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业发达，家庭幸福美满，谢谢，谢谢。吴部长，各位会长，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这个今天呢，我们度过一个繁忙的大会，现在是一个轻松的时间，我也不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，我很谢谢大家的光临，尤其是我们有些贵宾，等一下我们请我们那个司仪介绍大家，就请大家那个今天度过愉快的晚上。心心心愿完成，一切路天不免等候，那份希望为你去放光，我们的志向是超人，人生都是很小的，无人能阻止。Thank you.